旋律八八零，快乐八八零。这里是 FM 八八零贵航广播台。本次活动我觉得本次活动特别的有意义，可以展现出贵航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快闪活动，然后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热爱我们的祖国母亲，我也感受到了贵航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